孔子传，作者钱穆，第三章，孔子之早年期。一，孔子之幼年。史记孔子世家，孔子为儿嬉戏长城楚斗，射骊戎。孔子生士族家庭中，其家必有楚斗礼器。其母党亦士族，在其乡党亲戚中亦尚多士族。为士者必习礼，孔子儿时耳濡目染，以礼为系，于是以士族家庭中好儿童。二，孔子十五自学。孔子自曰：“吾有十有五而自于学，为政。”孔子幼年妻子教育情况皆详不可知，当时士族家庭都学礼乐谢御书素六纪，以为晋升穆生子徒，是即所谓儒也。说文儒，术士自称。术士即有言义士也。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，以名色以先孔子而有，即叔良鹤、叔方鼠、空方鼠，上不列于贵族，下不举平民，亦是以士其所业，亦即是儒。为自孔子以后而儒业是大变。孟子告子夏，以为君子儒，为小人儒用也。可见儒业已现有。为孔子入其弟子，为道义儒，不仅为职业儒。即告子夏者，即此一。孔子又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自于古，不亦得也。”泰伯。可见其时所谓学，皆谋求晋升贵族阶级的职业，或一分古入为生啊。若仅之于此，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。孔子之为学，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所在。再去继续源流演变，与其是非得失之怕，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也。孔子之所谓君子儒，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，以明道行道为主，不合道则宁弃之而去，此乃孔子所传之儒学。自此以后儒成于学派，为百家讲学之开先，那不复是职业矣。孔子自谓师有五而自于学，待于此方面之所处相，并不专指自己对儒者注意肯用功学习也。谈公，孔子既祥，吾日弹琴而不成声，时而成声歌。父母则丧满一年为小祥，满两年为大祥，皆有祭。此当指母祝大祥之祭，设孔子尚在少年，然以礼乐思绪不去甚。此间孔子十五自学后精神。三，孔子出世。世主系若为出世，此乃以家生活所赖。孔子早古家贫，更不得不举目出世。孟子，孔子常为伟立矣，曰会稽当而已；常为成田矣，曰牛羊卒帐长而已。管张下，伟立乃主管仓库委之之事，成田乃主管牛羊放牧繁息之事。当时贵族家庭中，即任儒士来任此等职务。孔子自幼少也见故，多能避世。子罕，为伟立比料量升斗，会计出纳；为成田比晨曦饲养，出放反息。此等皆避世。孔子以早年地位必见，故多习此等事。家与孔子之十九，取于宋子。他姓什么 word？Let's see what is。
Let me see, okay, no, no. 浅, 浅度啊，浅。Okay, 那是姓啊，那是中国江族的分支，平野。说文解字云：平野向两干对沟，上平野浅。取宋子浅官氏，一岁而生于鱼之生也。卢昭公以礼于赐孔子。荣君之幼，故因此名乐礼，而字伯羽。荣君之幼 ，I think that's you， 那是谁来着？这矿事儿，赐玉不是嘞？字意是正赐，主词有后矿、甲矿相关的诗句，跑到逆谷，受当日。属当白璧矿 ，OK， 荣君之矿，故因此名曰礼，而字伯羽。遣官是一代鲁，见鲁相，韩摄照孔室礼器碑，孔庙礼器碑，云孔遣官是以则以之孔氏其家。乃自宋弃鲁，古之国君诸侯次级之下，时有多端乎封鲁君，以捕鱼为玉。孔子以一事参与其仪，立刻得赐。而侍奉孔礼之身，不必为孔子在二十世纪前已出世，故能落获国君之赐。以情势推之，孔子逝世尚在后啊。《左传》少公十七年秋。谭子来朝 ，Let's see， 谭偶代 ，I'm sorry， 传一个 ，OK， 谭，国名商传为少卯的后裔，在今山东谭城北。战国初年灭于越啊 ，OK， 谭，元代有谭昭，谭 ，OK， 谭城 ，OK。左传昭公十七年秋，谭子来朝。少公闻少高氏官名云云，仲尼闻之，见于谭子而学之四岁，孔子年二十七岁，就是必出世，故能见一国之君。故知孔子出世前，当在此前。子于太庙，每事问，或曰：“是谓巨人之子知礼乎？”入太庙，每事问啊。子问之曰：“是礼也，是礼呀。”八宵，这是不知在何年，然一必出世啊，故得入太庙。祖从祝祭者以简称曰巨人之子也。巨人，走人，啊，不是走人，走，那就是春秋的鲁邑地啊，孔子的出生地，即曲阜东南，入太庙，每事问。OK， 简称左人之子者，其世上年少，当必在三十前。而且是孔子以至礼之名，故惑人讥之是礼也。因为反问此，孔子听惑人之言，反问道：“讥此便是礼吗？”开始时，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理之礼，如三家以俑妾。孔子曰：“俑之歌何举三家之堂啊？”此乃明斥其非礼。但是孔子出入太庙时啊，年尚小，位尚卑，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，不便明斥，虽子像自装像不至一般。问此臣何气？此歌何事？其意欲人因此反省，知其气不宜在此陈列，此事不宜在此歌颂。特其辞若还，而其意子训。不仅是得知许多器物歌诗，喜得许多礼乐仪式，对供当时贵族设串。失礼之意识，此乃孔子所谓今至于古之小人辱。必当明得礼义，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设篡非礼者。
That's what's the word? 世界 I'm sorry. Yeah. 世界费雷哲 OK. 乃师德为君子如。孔子十五岁自学，知其事出世，亦能有此情意，达此境界，此远于当时一般人所想象之所谓知礼不同。这异乎招来惑人之际也。孔子又自曰：“十有五而自与学，三十而立。”这孔子之学，非追随时代之风气，自在求异而学。若是追随时代啊，自在求异，此非所谓之智与学。孔子之智与学呢，是一种超越时代、汇通古今之学。孔子在十五之幼年，自以欲辞有所窥见而有之寻求，所谓可谓卓乎不伦矣。三十而立者，孔子至于三十岁，乃确乎卓然有力，独立不依，强力不反，自知其所学之有成而不遂众，为夫然。此一进程正可与子入台庙这一节记载见其更概。